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诸位大德居士菩萨们，阿弥陀佛，请放掌。首先，我们来看禅宗公案，凌云桃花。凌云禅师出在龟山，因见桃花悟道，有记曰：三十年来寻见客，几回落叶又抽枝，自从一见桃花后，直至如今更不移。龟山曰：从缘悟达，永不退失，善自护持。有生举世玄沙，玄沙云：地当胜地当，敢保老兄未撤在。请大家打开《典注集》37页，禅宗公案凌云桃花。现在我们来看公案。凌云悟道后说：三十年来寻见客。这句话是凌云自喻为寻见客，参禅修道已经有三十年之久，几回落叶又抽枝，这是大自然正常的现象。桃花在落叶，桃花历经秋季落叶，春天开花后长新枝。末后两句，自从一见桃花后，直至如今更不移。古人道：若时节因缘成熟，其理自彰。今凌云一见桃花后，忽然醒悟，本来心中乌漆嘛黑，如今豁然开明，再也没有疑问了。龟山禅师经勘验后评断说：从缘悟达，永无退失，善自护持。玄沙禅师听闻后却说：地当胜地当，敢保老兄未撤在。前面一句大
家赞赏。后面补上一句，却是给予全面否定。试问诸位大德，是谁为彻悟？地当即是妥当，待意就透懂。本则公案也因为玄沙的末后句，却成为大众讨论的焦点。玄沙师辈禅师俗姓谢，福建人，年轻时喜好钓鱼，常泛小舟于江上，与渔民相系。30岁时，忽然感悟以前种种不是，而涌现出尘之志，便从芙蓉禅师剃度，又前往开元寺受戒，从此精进修行，终日演坐。后来参雪峰禅师，雪峰常叫他背陀陀。一日，雪峰试着问道：“背陀陀何不骗参去？”玄沙说：“达摩不来东土，二祖不往西天。今试问诸位大德，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？”达摩不是有来东土传法吗？为什么说不来？又西天当时是指印度。这两句话讲白了，就是达摩不用来东土传法，二祖也不用去面见达摩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人人皆有佛性，只要自悟自度就好了。当雪峰问背陀陀何不骗参去，玄沙只要回答：佛性人人本具，就到此结束了。他却要绕着一大圈说禅，而让参学者
一直参，一直参，最后还是摸不着头绪。这也是玄沙心怀慈悲，其本意是要让大家一直参，一直磨悟性，会越来越灵光，会越来越明亮，才能尝到融融的禅味，最后突破悟境，还你本来的真面目，有凌云智勤禅师为福州长溪人，出参长庆大安禅师，久未弃悟。大安禅师在龟山处充当点座，点座就是掌管厨房。一日，凌云经行，见桃花芬芳绽放，忽然开悟，生平一处尽消无余，于是作记道：三十年来寻剑客，几回若一又抽之。自从一见桃花后，直至如今更不移。龟山见记后，反复诘问勘验，便给予印刻，并说从缘悟达，永无退失，善自护持。以上这段文之前都有解说过，这里不再重复，我们继续往下看。有僧举世玄沙，玄沙却说：地当胜地当，敢保老兄未撤在，众疑迟愚。玄沙问地藏：我这么道，你做马生慧？地藏说：不是贵称，即走杀天下人。后来玄沙与凌云相谈之后，却说：你怎么方时是策？玄沙与地藏的对答，后面会做说明，只是
悬沙幕后，却虎头蛇尾。又说凌云是彻悟了，这到底作何解释呢？关于这点，就让大家去动动脑筋。玄沙不愧是一代大宗师，仅下一注于地当圣地当，敢保老兄未撤在，就能打遍天下无敌手。玄沙拿这话来问地藏，意在窥探其虚实。地藏说：“若不是贵称，即走杀天下人。”地藏只是轻轻一拨，彼此都是彻底人，自然会心明白。地藏何许人也？即罗汉贵称禅师。住地藏院，清凉文艺禅师未悟时，因行脚欲学，住地藏院。在地藏鞭策下，豁然大悟，后来开创了法眼宗。首山有颂曰：“玄沙到处少人知，秘密相逢更莫疑。今古相传亲弟子，少年都是白头儿。玄沙到处少人知，即玄沙所说甘宝老兄未撤在，若非道言圆明之人，很难体会。次句秘密相逢，是指见性悟道这件事。参学者切莫存疑，今古相传亲弟子，是指达摩西来传授佛陀心印，令一切众生转迷成悟。少年都是白头儿，此句是重点。就留给诸位去体会。朝山一日是众说，诸方见把关不放行，何不与他到一转于？
令他不移去。朝山开示说，许多禅师紧抓关键处，不肯说，何不提示一两句，让参学者明白呢？时云门在众出问道，秘密处为什么不知有？这是云门将见性拟人化，即见性这件事，为什么不知有参学者要见他呢？朝山说，只为秘密，所以不知有。朝山故意打迷糊，却做字面上的解释，说因为是秘密，所以不知有人要见他。云门又问，此人如何亲近？云门问，那么参学者要如何才得亲近呢？朝山说，莫向秘密处亲近。云门再追问，不向秘密处时如何？朝山说，始即亲近。后面几句多叫白话，所以不用再解释，我们继续往下看。又洞山作一比喻说，恰是八十老婆嫁于三岁儿子，年虽长大，要其比他三岁儿子所患不得自由。洞山禅师做这样的比喻，的确不寻常。一般人会认为不合情理，可是在明眼人看来，觉得形容得很贴切。后来有僧举问朝山，如何是八十岁老婆？朝山答，纷纷白发连头垂。僧问，如何是三岁儿子？朝山答，不为足。僧又问，为什么不为足？朝山答，
不见道，三岁儿子一切过不得。僧复问，既是八十岁老婆，为什么嫁他三岁儿子？曹山答，值得是八十老婆，时节奉重他。这位僧人问得很仔细，曹山也每问必答，大家可以从两位的问答中去推敲参究，就能够找出答案。一日，大慧宗高禅师看到玄沙说：“地当，圣地当，甘宝老兄未撤在，心中有疑。”便问环悟禅师：“如何才是？”环悟笑着说：“他后头却这么说，我也理会不得。”当宗高走回疗房时，方知玄沙大断作怪，便举世还物。还物笑说：“且喜耳之。”会堂说：“今时诸方都是无知要头，须知刚见性解悟之人，大部分的公案皆能够清楚明白，只有少数几个艰涩难懂的公案，有的几分钟，有的几天，甚至一段时日，才能透彻明白。今宗高也是刚有还物印可，当他问还物时，还物为了提升宗高的境界，却故意说：“玄沙幕后这么说，我也没有办法。”是要宗高自行去参。当宗高回头说他懂了，环悟才笑着恭喜他。幕后会堂说：“今时诸方都是无知要头，所谓要头是指
专门治疗疑难杂症的药方，故是在赞叹玄沙。末后下断语所创造出来的公案，独步丛林，诸方无人能敌。起初三僧见玄沙这么说，心中确实存疑。当看到中高在其五库里说，玄沙在作怪，又玄沙后面也补上一句，凌云是彻了，心想凌云经龟山印证，应该是没有问题，也就放下存疑之心。但是最近在编著禅宗公案时，看到诸方禅师的寄送，才惊觉其中有鬼，待静下心来重新检视一番，方知玄沙确实大作怪。到这里已成为两重公案，前段凌云悟道这一则公案，给普罗大众参究。幕后玄沙却加上一把大锁头，则见之天下老和尚，向上方人校正。三僧在此奉劝诸位参学者，先看取前段凌云部分或其他公案，等眼开之后再回头参玄沙幕后这段，作为破牢关之用。以上这一段是本人的心得报告，现在提出来给大家作为参考。我们继续来看黄龙慧兰禅师的寄送。二月三月见何荣，远近桃花树树红，中将物来犹未撤，至今依旧笑春风。龙象相逢事不群，一来一去显疏亲，时人不悟其宗旨，
斋业寻之，长课程。前两句之二三月，春暖花开，正是阖家欢乐融融，出外踏青，赏玩美景的好季节。此时桃花远近飘香，处处争奇斗艳，绽放出美丽的花朵，令人有赏心悦目而目不暇接的感觉。终将物来犹未测，至今依旧笑春风。是指凌云在归山，因惊醒见桃花，见桃花大开而悟道，不料玄沙却知凌云未彻悟，此事疑杀天下人，到底是误会一场，凌云依旧未悟，亦或归山所说，从缘悟达，永无退失，悟于不悟，还需诸位明辨。龙象相逢事不群，一来一去显疏亲。龙象是指玄沙与凌云两人出类拔群，为佛门法器，相互激荡出智慧的火花，照耀人世间。金池公案流传千古，广度有缘人。若是有人硬要分高下亲疏，只是徒增烦恼而已。岂不见一日夹山与定山同行，定山说生死中无佛，即无生死。夹山说生死中有佛，即不迷生死。两人互相不肯，同上大美。夹山乃问，不知哪个亲哪个疏。大美说一亲一疏。夹山问为神哪个亲，大美答亲则不问，问则不亲。定山说
生死中无佛，即无生死。是指若行者心中无佛，无胜凡是非大小等差别相，平等亦如心地清净，远离烦恼，即能断除生死轮回。假山说，生死中有佛，即不迷生死。所谓佛者，觉悟也。若行者心已觉悟，不迷惑颠倒，当然不迷于生死。今试问诸位，谁轻谁疏？幕后两句，识人不悟其中旨，灾业寻之掌课程。如今参学者未能透彻此则公案，不解玄沙旨意，却以意识情节在名相及语句上寻讨，只是增长妄想与烦恼，对于禅道又有什么帮助呢？在《楞严经》里，长老乔承罗因悟课程烦恼之理，而得成圣果。他说，譬如行客投寄旅店，或食或宿，食宿俱毕，整理行装，转向他途，不遑安住。若识主人，自无他往。现在，请大家合掌，我们来回向今天禅学讲座所有功德，回向给一台东鹿野妙善寺，消灾祈福。二，现场所有人员及电视机、电脑前观众朋友，业障消除，福慧增长。三，愿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佛法久住，众生得度。阿弥陀佛。订阅拜拜，订阅拜拜。喜欢我们的观众朋友，请记得帮我们按赞、分享，还有订阅、开启小铃铛哦。拜拜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拜拜拜拜。